谢维希亚，我也是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你。然后，今天这首歌其实，除了就是说，原本这首歌设计的一些口气、一些情绪以外，然后它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它的拍子其实很重要。那你今天拍子拿捏得很好，好，那尤其是有下人会当，有下人会当好我安慰那句，我觉得那个抓得很好。有啥人会当予我安慰？然后你整首歌的气氛，其实我都蛮喜欢的。那但是我也是建议说，我们不要自满，我们还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进步。好，有一些尾音的收尾啊，有一些处理的那个细节都还可以再细腻一些。好，这我小小建议。谢谢老师。抑郁呢？抑郁今天。这个歌对还蛮适合你的，因为它很快就进到副歌，哦，所以不用酝酿太多，就直接就来了，哦，那个这个是可能在选歌上面，可能你今天选这个歌是比较对，而且你的共鸣又比较好，但是我觉得还可以更好，就是在共鸣上去的时候，你没有真的上去，哦，那个是差一点点。我现在在跟你讲，你可能会一直讲说，我为什么一直在跟你讲共鸣这件事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有点？迷惑这样，会，但是我知道，对 对, 對，你知道哈，对，那就是一定要你自己体会了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说，然后你自己去练，练到抓到那个声音对了就对了，OK， 好，都多练习一下，谢谢，谢谢老师。謝謝老師